来修的。接获通报，在蓄事所的方向啊，有那个杂草火警啊。那我们经过那个蓄事所现场的人员引导，到现场是一个那个羊区的外面的牧场在烧啊。那面积大概500平方公尺啊。那因为今天的风势比较大，火势控制比较困难。那现场啊，出动两台那个水库车啊，由金湖跟金沙啊共同车主共同在目前正在抢救当中。通知哦，安尼是啊，我今天。可以，你话讲者，你讲这是饲羊的吗？哎，饲羊的。是油条，油条啊！对啊，我该怎么烧起？我是看会结烟云，上来看卖。哦，啊，是讲四十左右对吧？四十左右对。好。OK。